今天准备拿第几名？我们是到了个什么地方？先介绍一下好吗？这就是一个玩那个卡丁车的地方啊。然后今天就是，我看了他那上面的墙上面都有那个排名的。如果比赛的话，你对今天名次有什么想法吗？我觉得拿个第二吧。为什么拿第二啊？因为他开了那么久，今天拿第一有点太驳他们面子了。拿个第二玩一玩。油门应该是这个吧？哎，他这个需要挂档吗？不用挂档是吧？不用挂档。哎，哟，漂移了啊！哎，这个车不太好，而且它方向盘是不是太灵敏了？哎，不玩了，不好玩，这哎，没有真正的驾驶感。哦，换衣服是吗？是的，哇，还有头盔，头盔要戴吗？哇塞，这不就是我的战衣吗？人家为我量身定做，从哪换啊？哇，黑白的挺帅。这你们都觉得红色适合我，那我就来个红色。老板的机场店。我带着老板的珍藏品打破老板的记录。这里的神话由我来打破。哎，哎，我衣服没拿呢。虽然说之前呢，就是在考驾照的时候有过非常不理想的成绩，但是我今天会用实力告诉你们什么叫做车神。虽然说当时考驾照有50没过了啊，这个成绩我可以大方的说，但是后来经过我多次的练习，我现在有了一定的驾车技术，今天这里的最好成绩必然是我的。我来个计时好不可以吗？进来啊。太爽了，铁子 ！GoPro 都给你甩歪了，太爽了！这很快，真的很快，是不是？太轻松了吧，铁子们！有没有点难度是大的呀？不是，他这个好重，你试一下。巨重！再熟练一会儿的话，你可以用那个刹车平移过弯。我已经平移过弯了好几次了。你是 Round two. 开始了。
老师，为什么你拐弯的时候就是那么快？很多人玩卡丁车会觉得漂移比较帅，但是想要速度的话，那么就少漂移，然后尽量流畅的啊，把车控制好就行，就不要让它甩。哦，明白了。没什么，然后走线一定要切线，就是弯道一定要从，比如说它是这样的弯道嘛，一定要这样切。走小圈是吧？最合理的线去切，有点那个哈。有点那个云里雾里的意思啊，哇，挺累。哦，有点累，方向很重，很重很重，是的，是很重。我之前就开过一次。开过一次那就很好了，很多人一次，第一次开卡丁车，他连基本转弯都转，连方向重都不适应。但是我之前那个卡丁车好像方向盘都没那么重。基本卡丁车是没助力的，所以方向盘相对都会觉得重一些。哦。但是就之前的感觉没那么重，这个格外的重一点。哦，它可能调教不一样啊，发力力不正常。明白，就还是很有天赋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比外人好多了。是好多了吧？能看出来，老师你能看出来我驾照五次没过吗？对，就是第一次开，第二次开，没有人能，很少有人能看出来。是吗？对，就看完全看不出来，像一个当时考驾照考五次没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哈，反而好像是一把过的那种的。至少是开过一段时间的吧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我想再来一圈。不想想，不想想。虽然今天的成绩，怎么说呢，没有达到一个我特别理想的一个速度吧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非常有天赋的一个人。但是我觉得第二次嘛，我觉得第二次是可以理解的，有很多经验还没有达到，但我觉得第三次一定没问题。第三次这里的最优的成绩必然是我。必然是我创下的，就是这么简单。What you gonna do when it hits you?